美国民间持枪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尤其是在以德州牛仔闻名的德克萨斯州，枪支更是已经成为一种文化，因此这里的枪店遍地开花，很多枪店也被设计成超市一样，这让市民购买枪支弹药就如同购物买菜一般进行挑选。图为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枪械超市，各种突击步枪、猎枪、霰弹枪、手枪琳琅满目，顾客可像买菜一样任意挑选购买。